层也该玩够了，还不束手就擒，你们躲在阴影就安全了。鬼魅最喜欢在暗处杀人，了无血恨。魔法快耗尽了，如果失手，不管了，亡命一波流。火球机关枪，不穿裤子的女人都应该被烧死。已经尽力了。小萝莉，受死吧！感觉身体被掏空，是不是肾透支了？哇呀呀呀呀！臭东西，休得伤我兄弟！刺杀加一火！终于出来了，关键时刻拖后腿，好不甘心呐！完美的肌肤离不开鲜血的沐浴，你就乖乖受死吧！葫芦娃救爷爷有意思，早就觉得你们几个 gay 里 gay 气的，那就一起上路吧。干什么？我也放过妹子了，我只不会松手的。杨哥，放手！就现在，快动手啊！放手，放手！杨哥，放手，放手！断，全虚其位。拖累队友，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你真是个死不了的蟑螂！嘿嘿，真男人从来不肯爆炸。猫射出来的是只猫啊！呀呀！稳住，稳住！我们能赢！妈呀！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要迟到了！这就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吗？好美！真的有用，毒毒显灵，毒箭成功，毒毒显灵，毒箭成功。哎，快走吧，再不走法学大魔王要发飙。哎，门外好像有一个奇怪的东西，你们有没有看到啊？一块石头杵在门口，好像是一座山。断身显灵了，来搭救我的竞技赛了。有个球啊！断身不是应该在游戏里吗？子阳，你冷静点，以断身的能力分分钟可以冲进来摩擦我们，而他没有进来，一直在门口等着，说明他们肯定是掉线了吧。掉个屁啊，这不就是在线下吗？不管了，出去看看。哎，这也不是个事儿啊，一直挡着门口出都出不去啊。哎呀，人儿，提龙泉宝刀来，让我锯开他。哎呀，这石头不简单呐，这刚换刀片都不好使啊。就这么遁走了。人类召唤师，我是来自腾格星云第五星云王子大陆，魔童打破了我们和平的时代，文明岌岌可危，我正在寻找其他高科技文明的帮助，但方舟燃料用尽，迫降于此。重复，
我们正在寻求帮助。哇，我们是拯救世界的天选之子。咦，人都说了是颜料耗尽，凑巧了。以他们的智商加速你们文明的毁灭倒是可以。嗯，呀，这难道是充电宝啊？啊，杨哥，是不是该插广告了？行吧，先看看情况，急功近利反而坏事。西方野狐压过老虎，玩了一晚，也该轮到我了。高敏，智慧生物，你们好，我是坦克星云王者大陆最高指挥官。我们的文明正在遭受某种的袭击，情况危急，我们需要其他文明的帮助。危急了？你哥哥明明就在打麻将啊。这只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习惯了。切，可这跟我没有啥关系。一旦我们的文明灭亡，时空平衡就会被打破，魔种将会入侵其他所有具有计划的星球。电山，打开星斗门。Let's talk about round when it's past due. Raise a glass to know.